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太他妈吓人了！碾碎他。边境的样子，就是人心的样子。代表着什么？大家帮我查一下，代表着啥？说明有心脏相关的疾病。也放你妈的五香麻辣红烧牛肉皮你。我的阴影正在躁动。不用着急，这把打八条，可以，有点痛。黑人看病，看病，看病。看病往后拉，他有 Q 了，好，再推看病。我们拿枪的，他拿平 A 的，我们肯定不怕他呀，对吧？这不需要，没有理由怂他的呀。有一说一，但是他为什么打的比我痛一点呢？等级八起分。他们说我是恶魔。黑人看病，没错。再看一下，好，到位了。他也想 Q 啊，走位。哎，来了。这个发条菜菜的，菜的一逼。黑人看病，接病情曝光，接 A 两下，漂亮，帅不帅？他在点了，很危险。下一波 EQ 二连他死了，因为他没有护盾。好。草包。有想法。他三级了，就是。死不掉，差两个DJ，我丢！这点燃这么狠吗？这点燃不应该呀。常见来两个。最后一票，永远都不可能是最后一票。怎么伤害怎么能被换了？我凯旋是假的吗？我的凯旋。不是吧，我的凯旋也回了77滴血啊，不是吧。满世界都是人和怪物，大多数他买了个眼泪，他有没有交闪呢？兄弟们，这人交闪了没有？还没交闪。黑人看病，接病情曝光，接两下。感觉不赚呢，病情曝光，六级好打了，前期不太好打，插个眼，阴他一下，看他们阴阴不？他没有交闪，我操，很烦，绕一下视野，给他来一波一条龙，服，但是有炮车，感觉会很亏，算了，有炮车咱就不能这么玩，因为炮车前期打人太痛了，懂吗？能听懂吗，兄弟们？不用着急。黑人看病接病情曝光，哎，漂亮！把兵线推了，别急。病情曝光就是这个人他是有病的，我要给他病情曝光一下，给他治疗一下。我们是黑人医生，专门收取那种黑心费的啊！黑人医生卢锡安，我溜了，来个正午见带。刚才兄弟们有帮我查那个做那个梦代表着啥没有？就知道没什么好。对面五级，我也五级，我应该比他先溜。可以，他没有闪了，他下一波是没有闪的。应该懂我的意思吧？ miss 了，好， miss 了，小心。这么发信号应该可以看懂吗？可以看懂。
活溜了，吃塔皮。嗯，我被逼无奈了，我干啥被逼无奈了？我啥也没干呢，兄弟们，太假了吧！太假了吧！他们居然把小龙还拿了，我丢！吃塔皮，赶过来，赶过来就死。只要他敢从这边过来，他就必死。对面还是五级，我还是有机会可以插的，而且我有点燃。等这波兵线过来，我们可以来个圣枪洗脚。好，黑人看病，接病情曝光，接一两下，接圣枪洗脚。为什么要先放 W 再放大呢？这一波大家可能没有细节，我这一波先把对面的强攻，我的强攻效果打出来，再放个 W， 打伤害有加速，这样的话可以让我的圣枪洗脚命中率更高，能听懂吗，兄弟们？直接推线，就问他难不难受现在。好，溜了，差不多了，直接回城，走了。父系为什么不点饼干？他这个第一号蓝，第二的话，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无限 E 的，能听懂吗？这个很强，无限 E， 还是要出海妖，海妖强一点感觉，特别打中前排，海妖厉害，先出个海妖射手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这不是基础师，对于您可能是基础知识，但是对于直播间有些水友他可能不太会，需要说一下好吗、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强，对吧？能理解吗？嗯，病情曝光，黑人看病，小气十足，闪现一套秒、就是一套看病，请把治疗费拿来。是塔皮，对面3-0，小心，应该是个高手，这人应该是个高手。中推，不要折磨我，啥折磨你？自己菜，谁折磨你？菜的自己折磨队友，你折磨你啥呀？你给单杀了呀，兄弟！别逼我毙了你！是他的，你中推你还出来干啥呀？我没看懂啊，说话跟放屁一样。你不是中推了吗？看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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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病。那你不中推了吗？这位锤，那个这位发条，可以啊。来了一首苦情记，可以，我上当了，兄弟们。你对我不仁，那就怪我，怪不要怪我对你不义，不要怪我对你不义，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太鸡巴难受了。他在装这个人。这么豪横啊！来来来，猴子4-0不上吗？这猴子插个眼，圣枪洗脚，还来啊？刚才故意让你的小老弟，这一波再来我可不手下留情、我操，差点给他飘死了，太鸡巴吓人了。把兵线推一下，这一波有点威胁，看一下他们拿个一血塔，先拿一血塔，不给对面任何机会。好，留了，回家直接海妖，
海妖出来，这个打野对于我来说他就不是特别肉了，直接回城。海妖射手，海妖射手一做，对面这种挺肉的，再来一个海妖。我发现这两个配色好像都一样的啊，发现没有？以看一下什么样的装备还有这种配色。哎，这个装备也是这种配色。哎，这个也是。那这两个必做了，一个色系的。设计师为什么把它设计成一个色系？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搭配起来会更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拿下，直接推线，支援一下队友。他这一波会从这边过来，插个眼，圣枪洗脚，点燃放上。反向E，为什么要反向E？因为他的斧头会飘过去，如果这一波他如果有闪现的话，顺带捡斧头追我，来个 Q 技能。这一波细节你失了没有？他们俩都目光闪烁。他急了。What are you doing？我看的是武大郎娶卡戴珊，简直就是不知深浅，还想过来杀我，小老弟。这一波还行吗？这一波我们直接走，问题不大。来了，快点推了，你刚才也是这么说呀，你刚才也这么说呀，你怎么现在又开始推了呢？我看你出不出来，你不出来我就推，你出来的话我就不推。这个人比谁都想赢，天天又说推了推了，我看你出不出来。走，插个蓝。哎，卧槽，还开带加速，你看个比谁都想赢，我靠，又天天中推，我丢。吃点经验可以了，河蟹吃一下，差个蓝，现在身上没蓝了，现在。红 buff 对面红 buff 刷新，哎呦，圣枪洗脚，给你洗洗小脚，来个红 buff， 奥拉夫来了。我的膀胱看到奥拉夫了，溜了，走走走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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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这个人好像打不过我。感谢志勋胆子大。西部的生活和后花之徒一样残酷。放船匠送的一个飞机，来个蓝 buff 掐一下，走，掐个蓝 buff。应该不过分吧。谢诺德伤害是爆表的。啊，漂亮， miss 了。我还记得魔鬼的双眼如落日般血红。推线，把兵线推了。推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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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操，这么细，我靠，有点细。我们不用管，我们直接推塔就行了，对吧？不要搞啊，我推塔呀，你不要搞呀。知道什么是爆发流炉仙吗？一套爆发直接带走伊泽瑞尔，偷个鸡来，没鸡回家，3000块钱买个收集者，
再来一个先买收集者40的暴击，再买个暴击的话是60的暴击，他这个是 60% 以的，他这个是 60% 以上，那就要出这个了，正好出个无尽，因为他因为这个无尽的话只要用了 60% 的暴击就会获得35的暴击伤害，对，只是我的暴击率不高，但是我60的暴击已经有 35% 的暴击伤害了，就是如果暴击的话能听懂吗，如果你如果你手气好就可以打出这个 35% 的伤害，够了，走下路干可以不，他地走位好像往这个草里走，哎呦操，贵鬼还回来 Q 一下，哇我有啥，往前推一下，推塔不用管了，直接推就行了，谁来谁死，谁来谁死，来两个杀两个，来三个杀三个，对对，这个小伙子不怕死，圣枪洗脚，感觉可以拿个蓝 buff 走了，插个眼，死了两个，先拿蓝，再拿蛤蟆，包我对面，说实话，五个人一起过来可能打不过我，你信吧？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，但是这么跟你说。你现在主播的装备是完全可以做到1v5的，不信看我这一波操作，好吧，炸好了，好来了，好，伊泽瑞亚开始膨胀了，现在先往后撤一撤，别急，咱们这一波是没有大的，比较吃亏，好，建议不要上，继续往前推，推过这套，哎，漂亮，应该是死的，对逃对逃对逃，交闪呢，交闪那也不顶用啊，小老弟，再见来不及握手，小老弟，我靠，这一波还行吗，兄弟们，